台湾女生出国花招百出，新男受不了当场出招。去的时候哇，一定要去那边拍照啊，一定要把握。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在这种花圈有没有？那一定要准备好，而且各式各样。今天如果你的女朋友出国是要这样的话，你们 OK 吗？她喜欢的话就 OK， 没问题。我不喜欢，但是我带她去国外呢，把她留在那边，我买单程机票对不对？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二分之一强。